Hello， 今次用一款比较特别啲嘅鱼，叫做角鱼，煲一款鱼汤。喺疫情之下，饮多啲汤咧，对身体好有益，可以增强抵抗力。材料好简单，有左边嘅角鱼，仲有番茄、薯仔同姜。近睇下睇下角鱼，其实真系好特别噶。我去到买嘅时间咧，本来唔系买呢种鱼噶，但系档主就介绍话。呢款鱼唔系成日有噶，冬天先有，见到真系要试下啦。煲出嚟嘅汤咧，好浓好香甜，同埋有营养好丰富啦，有好丰富嘅蛋白质、钙质，仲对皮肤好好添。另外仲可以帮助睡眠，对身体好，亦都可以增强抵抗力。我上网睇过啊，除咗香港之外咧，英国同埋台湾都买到噶，不妨去睇下有冇啊。首先将啲鱼洗干净，咁档主已经将佢汤咗噶啦。咁翻到嚟只需要用水洗干净，之后咧记住将啲鱼索干水煎好一阵间去煎。咁番茄，我哋将每一个番茄切十字，洗干净。之后煲一煲滚水，将啲番茄挤落去煲大概两至三分钟，主要咧系想去皮容易一啲。看到煲了两三分钟之后，看到皮已经甩出来了。咁跟住摊冻佢之后咧，就可以好轻易咁样搣咗啲皮。嗱，见到真系好容易啊！之后咧就将佢切细嚿。通常我煲鱼汤都会落番茄啦。另外煮餸用番茄嘅时间咧，我都会中意咁样样将番茄皮搣走咗佢，感觉咧啲餸系香甜一啲。好啦，到煎鱼啦，我哋开中细火放油，跟住放姜，记住唔好太大火喎。好啦，咁我哋将个姜拖匀啲油啦，保持住中细火，咁就开始将索干咗水嘅鱼放落去，记住唔好太大火。好啦，咁我哋慢慢煎啦，记住保持住中细火，千祈唔好心急啊。咁我哋亦都好细力咁将只镬晾来晾去啦，希望将啲油平均啲，咁样可以煎到啲鱼。保持住中细火，慢慢煎。好啦，咁煎到差唔多熟啦。咁我哋先至将啲鱼反转啦，睇到咧冇黐到底噶。咁再反呢啲鱼咧，亦都睇到系冇黐底。好啦，睇下呢啲，我哋慢慢将佢反转，因为都熟咗啦，所以都冇黐到底嘅。咁我哋反转晒啲鱼，再慢慢煎多阵啦，将多余嘅油倒出去。喺呢个时间咧，将煲滚咗嘅水撞落去。记住同步煲一煲大滚水，预备定撞落去。呢个咧就系煲鱼汤嘅秘诀，咁样先至会煲得靓，可以个颜色变咗奶白色。咁喺呢个时间，我哋开大火，开大火之后咧，将番茄同埋切好咗嘅薯仔都放落去。记住要保持住大火，咁样先滚出个颜色会奶白色靓啲噶。嗱，咁我哋大火啦，滚一阵间，大概十分钟到。咁喺呢个时间咧，我就将镬盖盖上去，再用中细火煲多一个钟头，睇下啲颜色好靓啊，闻到都好香，饮落去嘅鱼汤嘅味咧系好香甜，好香浓。咁我会将啲鱼骨隔咗去啦，咁就可以饮啦。希望你都喜欢呢款角鱼汤，如果见到有嘅话，可以买嚟试下煎下做呢个鱼汤，非常之简单。希望你都喜欢今天这段影片，可以 comment, like, share, subscribe, 订阅我的频道和钟仔，多谢你的支持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